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慧微视频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谈判锦囊，我们继续为各位谈谈判沟通的管道。我们在上一次呢，我们跟各位谈沟通管道，我们说如果我选择面对面，那我怎么样面对面啊？那通常我们就讲到面对面比打电话好，打电话比写信好。 但是面对面呢？呃，如果约不到怎么办？我们上次谈了，你怎么去约到他？但还是约不到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打电话。打电话的沟通呢，要注意几个重点啊。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打电话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呢，就之前的准备啊，你一定要把要准备什么东西，你要讲什么东西，你要列出来啊。列出来。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，哎呀，讲得很开心呐、啊，讲完挂了电话以后，发现该讲的没讲啊。 所以你晓得哪一点哪一点？因为我们常常打电话有个风险啊，就是我很认真打嘛。我们比如我给你打电话，我说，你你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呃，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他说好，好，我开始讲了，讲两分钟还没讲到重点呢。他说哎呀，我老板 call 我，嗯，对不起、哦，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谈。糟糕，白讲了。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下去，我怕没有时间嘛，就可能掉这个掉那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是准备一点两点三点列出来，讲一个打个勾，讲个打个勾。 没讲完的，他被老板找去了，画条线，我晓得下次从哪里开始，啊，甚至我将来离职，我要交接，这也好，还得交接，打电话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，呃，特别要注意就是尽量是我打电话给人家，而不是人家打电话给我。那那那那他他打电话给我怎么办呢？这个理由是这样子哈、啊。那么一般的谈判，比如说人家约你出去吃饭呢，你不你就不用这样嘛。一般的谈判重视是，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准备好，对不对？ 那人家嘣一下电话打来，电话打来，我正在忙别的事儿，我马上接电话。除非你有这本事，不然马上接的电话，我会讲错话呀、啊。我会讲错话，我一下子可能不该讲的讲了，我一下子把我的心情一下子透露出来。其实我可能很焦虑，但是我想表现我非常冷静，我很需要你的订单，我装着我可能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一个电话打来，我一下马上一接，我会无意中会透露出我的各种焦虑。 而这个在谈判的时候是蛮蛮大的忌讳，所以通常我一想，哎呀，如果他一下打来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沉静，我会跟他讲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在我办公室，那么等一下我跟董事长汇报以后，马上五分钟之后就回你电话，你不要讲马上，你等一下回他电话，等一下回他他就跑掉了，等一下五分钟就回你电话，然后你趁的时候呢，你赶快去准备，你赶快去准备，等你准备好，哦，胸有成竹了，晓得了要讲什么，准备好了，你 call back。 你打电话给他，所以为什么我讲说是我打电话给他，而不是他打电话给我，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尽量想办法说，比如我是主动，我希望每一个电话都能够找到人，然后我希望能够或者跟他讲，能够达到我政治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子，如果如果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做好这个事前的准备，然后你匆匆忙忙讲。 然后讲了就调这个调那个，讲完之后你忘了你刚讲什么？你记得我们常常有个，假如我们公司出去往右边走是个麦当劳，往左边走是肯德基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做约朋友啊、哎，明天下午两点钟在麦当劳门口见面。讲完挂了，挂了然后问同事，哎，你刚我们听到我讲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啊？对不对？我们常这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太快，一快就慌了，就忘了。沉静下来，一条一条列出来，想想看你该怎么讲，好不好？想想练习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